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今天要做的影片是我待会会去尝试我第一次的体验，就是用热蜡除毛。虽然我的身体是不是很多毛的体格，所以就只是我是会尝试除毛，是除就是有的臀部的毛，所以有点奇怪。这次第一次做去户外或者是去朋友的店面做。除毛的影片，而且是我第一次做除毛，所以我是有点紧张，而且觉得因为我这里应该很多人也经过，就是看着我在做这个自己跟自己讲话的 video， 我觉得很奇怪吧。好，我要介绍的是，因为我认识这个朋友是他之前是做理发师，之前是帮就是在一家理发店打工，现在还有他是拥有自己的。生意就是他现在开了一间店面，是专门做除了理发之外，还是有做一些美容的，还有帮忙也是做除体毛，就是用 waxing， 就是热蜡。对，所以等一下我会去第一次体验除我的臀部的毛，就是屁股。现在我就要开车去了。好，拜拜。Hi， today I'm doing the waxing body waxing video， Brazilian video。Because my friend invited me to try, because he used to be a hairstylist and then he now is doing, he has his own salon and he also do some beauty service, including like a facial and also waxing. So this is my first time doing body waxing and we are going to do waxing my butt hair. Yeah, so it's my first time, so he's gonna be a bit nervous, I guess. Yeah.好，我们到了地方，那个他的店面是在 UOB 的楼上。The salon shop is located upstairs, below. I mean, it's on this shop lot, the UOB bank upstairs here. Yeah, I don't see the signage, but we'll go up and we'll go out and see.就是拍红面包的时候，本来就是这样做红面包嘛。对。那就是你可以做你有你可以拍的时候你有做
是有不同版本的。也有的啊，也有的啊。今天我再帮你扶一点，然后没有交。OK。那平时帮做这个除毛是怎样算的价钱？现在是normal price 19。嗯，然后 first rep 88，就是屁股跟前面的88。分出来了。哦，分出来88，对，第二次就是19了。对。你累吗？这不是。我也只是怕怕了。什么啊？直接脸怕。你是哪部？应该放大一点的枕头了，不是？什么叫放大一点的枕头？就是我头这边可以放高一点，可以高一点。那个啥，冲了，一点点，没有以前那痛了。这里是有辣辣的，可以感觉到辣辣。哇，很烫。还有薯饼干，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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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每次这样子抠的时候就每次这样子抠它就是还要它没有拉之前这样抠会痛痛也是会痛的，因为拉到毛它会拉到毛毛，就是他很痛啊，那边。那边啊，因为我上次在做的时候，我不知道痛不痛。觉得很痛吗？你觉得呗？你要换一下姿势吗？对。我看你很累了，这脚都在那边震。吃薄荷的感觉，啊，吃薄荷蜜哦，就那个冰冰辣辣这样子啊，那个感觉啊，你没有，你不知道感觉是这样的，对呀，啊，很在啊，啊，没事，就感觉很辛苦，找个位置很棒哦，是这样的吗？找那个姿势。奇怪，这帮女生的妈妈会有反应，我看到我把那狗都没有反应，会有会痛吗？就有反应，就是痛到没有反应，这帮女生还会站，我不知道，你告诉我这些人，他们是喜欢 BDSM 什么？他们是喜欢那种SM 那种，这我不知道，来了啊，哎呀。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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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没有了，还好。还好了，甚至点一点嘛的嘛。还、啊、还有啊，不要了。剩一点嘛的，我都不用掉。嗯。甚至点不了。啊！做掉它。因为啊，好了，可以。你可以坐上下来，可是我的还没好的多。很棒。那么我一直在那边傻笑。因为那边比较痛啊，这里不痛吗？我觉得这里会比较敏感嘞。是吗？等下你去帮我放嘞，敷那个 aloe vera。啊，对对。啊，就会比较舒服一点。要放 aloe vera 的。没了哈。嗯。傻了。应该算是我做过最傻的事情。怎么？现在才会去发盲吧？我觉得没有啊。男子有没有很不容？还好。你知道现在男人很多人发盲吗？可、okay, 以不是有人讲有毛比较 man 吗？就是为了卫生。没试过帮人喝，跟人抓一把过来放屁。没有。啊、没有啊。怎么你想放屁？对啊。你要给我讲你要想放屁是吗？有一点啊，有一点啊，你是痛吗？痛到想放屁哦，这是进步，好笑。还用剪刀除咩？没除完吗？那你有还一点都没有吗？不要了，你就用剪刀剪就可以了。哈哈哈哈哈哈！还有吗？一点罢了啊。OK。一点罢了啊。对啊，一点。但是一点是蛮多的。没有，因为他有时候你买的时候，他有些是不上的。OK。嗯。OK。他没有100%全部上到完的，你要做几轮的？他是哭笑不得，来了哈。嗯 ，OK。啊，碰到你都爽了。已经输进去了。来了哈。鲍鱼，哈哈哈哈哈！人家有的银丝都变鲍鱼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进去了，哈哈哈哈哈！刚刚给他除毛的那个过程其实是紧张过怕痛，然后其实有点点痛，但是过后一拔了过后就只是会感觉有刺刺的感觉，就是辣辣皮肤，然后刚刚被磨伤的那个感觉，就是去除了那个表面的那个皮肤，就会觉得敏感一点，刺刺的感觉，对，刺刺辣辣，对。过后他就帮我敷上一层那个 aloe vera 就芦荟霜，就是 cream 那种，就把我的皮肤因为当他帮我去完那个体毛，那个我的屁眼的体毛，我的皮肤其实是有稍微红，就是变红，就有点稍微敏感。因为他也是要帮我去除我的阴毛前面，就是旁边的周围两旁。他我的朋友是叫 Ray， 他是老板，然后他的店面就是理发店，就叫 Ray Hair Design Studio。他除了有理发之外，他也有一位美容师和他一起共用这个店面，所以他的那位美容师也是有提供做美容的服务，就是洗脸，就是帮你洗干净你的脸，然后会清理你的毛孔，就是去除黑头还是油腻，然后可能会就是如果有污垢还是
如果你有痘痘，可能他会帮你清干净那些也有。做完那一个，他就会帮你敷面膜，就是保湿的面膜，还有会把你的皮肤变得比较没有那么敏感，就是比较有疏灵，就是把你的皮肤，就是如果你皮肤有红肿的话，他就会消红肿这一方面。然后做完面膜之外，他会帮你涂上防晒油，它的那个防晒油是除了防 UV 之外，它也是有防那个辐射，对。然后他这位美容师他用的产品是叫 Skandor， 就是 S K E Y N D O R，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读错音。做那个除毛还有美容之外，就想要给顺便给他帮我剪头发。突然就太多客人来的时候，我时间配合不到，所以就我就回来喽，就没有帮他，就没有给他剪我的头发。对 ，Yeah， so that's all for today， and I hope you like my video. If you like my video, please press a thumbs up. And if you want to see more, you can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remember to hit the bell notification. It will notify you whenever there's a new video. So. And I'll see you when I see you next time.